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essica。今年夏天最流行就是欧美的蜜桃臀。那我们今天会先教深蹲这个动作，准备好了吗？映如，准备好了。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吧。脚跟你的肩膀同宽，往下坐。要注意的地方是啊，髋骨这个地方不能后倾，也不能前倾。下去的时候，你的身体不要往前倾，用脚跟的力量往上带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撑得住吗？在发抖，在发抖。一，这个动作我会练到的是前面的股四头肌，还有后面股二头肌。九，加油加油！来，最后一下。十，很好。那我们今天的第二组动作就是抬脚，然后往上踢，踢到最高，大概撑个一秒钟再往前。可以吗？踢到最高。对，抽筋，有点抽筋。五，流汗了。九，十，哇，你很棒。几个掌，耶！接下来要收操，对吗？对对，就是这样。对，就是这样，你做得到哦。好奇妙。那这是臀大肌的放松的运动。拉到吗？有，裤子感觉快破了。